伊朗总统及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力斗争。伊朗总统艾哈曼迪贾内德及最高精神领袖哈米尼正在角逐伊朗主导权。哈米尼的支持者说，艾哈曼迪贾内德是被巫婆下蛊。他们还攻击艾哈迈迪贾内德的最高顾问，并逮捕他的朋友，指控他们用巫术及召唤精灵。哈米尼现在更是火冒三丈，因艾哈迈迪贾内德把他在内阁的支持者一一革职，并把八个内阁职位缩为四个。艾哈迈迪贾内德还掌权石油部门，并会代表伊朗出席下个 OPEC 会议。艾哈迈迪贾内德还喜爱乱说话，他跟伊朗人说世界末日将会是伊斯兰教人的人间天堂。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